唇膏呢，用的是雅诗兰黛的绒布小金管，金色的管身，百褶膏体，加上雅诗兰黛老花 logo， 就有一种很色贵的高级感。质地呢是非常细腻的绒布感，雅而不干。它是全新的质地啊，添加了三重植物精粹，上嘴呢很舒服，所以干唇的美眉们也可以放心的冲。699颤栗正红，哎呦，好久没涂这种蓝调正红色。先在下唇中央竖着这样涂一条，然后左右抹开，可以多抹几下，抿一下嘴就可以复制同款的一个上唇。接着呢，用小火苗刷勾了自己想要的唇形和厚度，最后呢再用唇膏加深下唇，这样丰厚又不死板的大红唇就来喽。上唇还是很惊艳，浓郁饱满，我自己太显白了哦，衬得整个人明亮又干净，很大气的美，高级有张力又不会太过，从里到外的优雅，一整个自信的态度，不管浓颜还是淡颜，清冷的妆艳配上大红唇，永远是经典。这系列呢还有一支我也很喜欢，626潇洒随性，它是一个低饱和的杏子色，又贵又嫩，很温柔的少女感，日常通勤随便涂的那种。